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收看《Formosa 音乐厅》，声声拢好听，为你带来好心情。今仔日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行出恒春到台北，雪唱单达第三集啊！单达是咱恒春地区，也是咱全台湾上有代表性的民谣歌手。一生的命运挑战，让伊成做一个有丰富生命经历的悠长诗人。细汉父母就过身，在寄人篱下中来成长。29岁中风，深深受到耳不聪、目不明、脚手不方便的这个折磨。爱情方面也受过真心换绝情的打击。有一段时间，单单伤心到极点啊，精神一直萎靡不振。无想要搁再弹琴唱歌，但是就在这个人生尽头的时阵，单达颠倒醒过来，伊讲：反正我已经走到无路通行的坎站啦，无退路了，而且怨叹啥路用啦？可能是我的精神作业太深，此生必须要慢慢来行者吧。就安尼，单达再度拿起月琴，虽然行道有一寡无方便，但是伊无眠无日，不管喜事也是丧事，到处唱歌为人祝福，甲抚慰人心啊。除了这以外，单达也经常伫过中道，就搬一了电椅，坐伫厝边有影。在这个所在来唱歌，不管是不是有人来听，伊拢会唱到日落山才休困啦。单达虽然是一个孤独的老人，但是真疼惜厝边的囡仔。伊经常买一挂牛奶糖，装伫这个铁罐啊内底，只要大家乖乖来听伊唱歌啦。唱完的时阵，就分一挂牛奶糖给大家吃。中昼若过了后，破电椅，哎呦拖来坐，唱歌清新。无啊，冤切，才有咧健康好身体。囡仔兄，你都苦好势，乖乖听歌，莫冤家。我的糖柑啊，无买卖，嘛是无底卖。阿伯啊，唱歌，歌若唱了后，糖柑啊，一人分两块，啊分两块。1970年代，乡土意识的潮流兴起的时阵，单达成做当时台湾乡土音乐的代表人物。1971年，单达应音乐家苏维龙甲着柯湘惠的邀请，来台北录制出版民族乐手单达甲伊的歌的唱片。1973年，伫台湾基督教福利会安排之下，单达来到台北。游览啦！伫当时台北市长来自屏东的张宏禄的欢迎晚宴中间啦，行政院长张景国也在场。
单单用乡村的民谣曲调，随心来歌颂着、感谢着政府的德政。蒋介石哇，非常的懊恼啦，也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甲单单做伙翕相来留念嘛。1970年代中期以后，单单伫乡村地区的活动减少了，但是演出的空间渐渐扩大。伊的脚迹遍布台湾各地，以南来北往，伫台北实践堂、国父纪念馆，甚至餐厅，伫淡江文化、正大、高雄书院，甲着屏东龙泉等等的大专院校校园内底，甚至草地的庙埕啦。伫民间艺人音乐会、国际艺术节，到着餐厅秀，单单以朴素又搁独特的歌声，唱出着动人的诗篇，吸引了各地乡土音乐爱好者，也唤起了真侪台湾人关怀台湾本土音乐文化，甲着土地的情感啊。1977年4月，单单应台北稻草人餐厅的邀请，来这驻唱。4月16日，单单72岁生日，台北艺文界为伊举办庆生会啦。会中大家为伊准备一块庆生的这个鸡卵糕，伊就对大家来吟唱着。感谢高爷啊，恁啊大家送我鸡卵糕，搁讲好话。叫我举刀啊，啊话啊卵啊话，鸡卵糕啊变作个十八家花，在一片这个掌声之后，单单再度发挥着伊即兴创作的技巧，运用天地之尊来做这个起头句啦，唱起着友好父母的劝世思想句啊。思乡居，第一阶段就是天啊甲地，第二个阶段就是老母的亲老爸啊。若唔信，请恁大家就甲伊想详细咧。骨头是老爸发咱的，肉是老母的啊欢迎继续来收看福尔摩沙音乐厅，声声拢好听。今日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行出乡村到台北》，说唱单达第三集。1978年，单达应云门舞集林怀民伊的邀请，为开拓台湾新舞剧
新团渡海来录制这个背景的音乐，伊用摄像机的曲调，唱出着先民为唐山渡过乌水沟，来到台湾开拓家园的故事啊，也为家己留下着上精彩、上丰富的长篇叙事诗的这个诗歌。感谢你十二月应重视蓬莱仙岛制作单位的邀请和拜托，我带着单单为台湾最南边的乡村坐车来到台北参加立法委员开票之夜电视特别节目的演出，为着要让单单感受一个当时台湾新建设的成果，我安排在高雄坐都启用的高速公路国光号的快车北上了，看到车窗外一幕一幕的景致，甲着美轮美奂的高速公路，就开始来吟唱诗歌了。伊一方面来赞扬社会经济进步迅速，而今嘛也已经有一条南北畅通的这个高速公路了。同时也描写国光号车内的景致了。国家进步哩都真惊人，高速公路哩都水啊当当哦。一车卖车哩都五十人，坐着心情哩都真啊轻啊松啊哩都那哎呦啊哩都真啊轻啊松。臭美人家工啊，家工啊皮薄条。啊，臭美人家工哦，啊家工啊皮薄条。高速公路里都通南部，南北方便里都好佚佗。经济进步里都车不多。天顶仙境你都无较好啊，你都那爱摇啊，你都无啊较好。啊，臭命人家讲，你家讲啊皮薄条哦，啊臭命人家讲啊，啊家讲啊皮薄条。大约两点半钟的时间过了后，东巴士就用要来到中途泰安休息站的时阵，江宏浩的这个服务小姐宣布，等一下要休十分钟啦。单单马上顺着这个服务小姐的话，诶，俄罗国光快车坐着真舒适，佮平稳啦。车内温度调节也真拄好，哇！青年男女谈情有讲，阁有笑啦，甚至真跳皮啦，讲出着伊休困的目的啦。啊，快车行着拢袂着，脚手袂冷也袂烧啦。男女谈情直直笑，休困十分要放尿啊！休困十分钟的时阵，我顺便去买蛤蟆，甲着麻糍，当来做阮的点心。同时，我也抓着练习即兴吟唱的机会，利用休困的时阵，创意一段的歌词。上车坐稳了后，我一方面甲蛤蟆、甲麻糍和大伯啊食啦，同时也用着乡村调。这个风港小调唱给丹达听，啊，请伊家指导一下啦。我买个蛤蟆啊，
甲阿嬷子，感觉食着阿话，嘴阿话，甜甜话。半只个食着啊，黏嘴齿，希望恁两行拢介意咧。我唱了后，单调惊一条啦，用真欢喜的语气甲我讲：“你会当静静心情随心来吟唱咯，你已经出师咯。”其实呢，我是开了将近十分钟的时间，才好不容易接出这四句的歌词了。我想单单一定是用了几万次的十分钟的练习和累积，才有今天的功力和成就了。我再问他，你即兴填词的能力是天生的吗？丹丹真客气跟我讲，我那是什么天才，我少年的时也用很多这个苦功来练习啦，唱歌咬打嘴巴啦，唱歌然后烧声嘛是搁再唱啊，尤其是我常常会去找迄个长辈对唱，吸收因的精华。故来呢，本来是因的吼，就变成我的咯。我阁问伊啦，你哪会当随时吼静静心情，就地来处在呢？单单。一个笑笑啊，甲讲啦，我甲你讲啦，公婆无值三个钱啦。你只要多观察四周的人、人、事物，甲因的特征变成你的题材，然后掌握到押韵，咱就会杀你咯。车过了桃园，要到台北的时阵，已经是花灯初上的时刻了。伊抬头看到窗仔外天上的月亮，有感而发，用乡村民谣的曲调，带着几分的感伤，唱着伊一生的困境、无奈甲怨叹啊！月亮光光，跟车行咧。命运好歹咧，天注定咧。天生我是歹仔歹仔仔咧，人生路途足歹行咧。咱对人好是无人保咧，好戏风食，搁嫌臭臊咧。为人设想啊，无好报，人去财空。各行啊无咧，迄一摆立法委员的选举，因为台美宣布断交，却临时来停止了。开票的现场特别节目当然也撤销了。伫尾转来到乡村的车顶。
但达必须不改啦。再三问我啊，为什么美国甲咱断交，咱就什么拢免做啊？吼，啊，选举也停止了，啊，咱两人千里迢迢来到台北，一首歌也无唱到，就安尼要转去了。我实在真歹解回答，但是感觉会对啦。单单的世界是单纯的，永远只有月琴甲幸存的必要啊。1979年一月，云门舞集的新团首演演长三场。单单应邀来台北现场同步伴唱。四月，单单北上录制着单单甲幸村雕塑唱的唱片。但迄个月16号，伊摕着甲蒋经国所合照的这个相片，想要进入去总统府求见蒋经国总统，结果被宪兵给挡落来，认定单单是精神病患了。被送到三重的永和精神病院。在病院中间，单单摕到伊甲蒋经国所合照的相片，不断地咧查啦。伊坚持地讲：“我哪有什么精神病啦？以前蒋经国就捌甲当兵甲我讲过啊，讲我生活若困难，就来找伊就对啦。”伊对主治医师唱到啊，我被奸人害到名声败，我的命运哪会这悲哀啦？才会受到安尼的对待，我并无什么心理的变态啦。我去病院看丹达的时，伊一再强调，伊一向是先困待人，拢是被奸人受害，才会落水啦。伊半念半唱，奸人伤害呀，到处讲歹话呀。我若安尼，就唔敢出社会啦。咱做人就爱有头，搁有尾啊。安尼恁家会到这来相找啦。后来单达被转送去台北市市立疗养病院医治。7月7日，幸村镇长江新通夫人江焕莲丽才亲自北上，将丹达带回幸村。结束这场国宝变小人流浪在精神病院的不幸旅程啊！欢迎下礼拜同这个时间继续来收看。福尔摩沙音乐厅，声声拢好听，为你带来好心情。